好久不见。你是来给我送信的。殿下，独宗对你犯的过错，我知道是万万不可原谅的。可是我娘也因此送了性命，我本不该厚着脸皮来求你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在我娘的份上饶过她，可好？韩云溪，他是你父亲。刚才龙飞燕和韩云溪二人落单，你为何不让我偷袭？他们身边有那么多暗哨，你是干不掉的。哼，你莫不是胆小怕死了吧？你我从小苦练习武，为的是有朝一日精忠报国。你觉得这样枉死，值吗？若是再不行动，陛下那里可就不好交代了。再找更合适的时机吧。你好好休息。飞叶哥哥，你当真要留下韩云溪？他现在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。他和什么样的人来往，他在干些什么，你都知道吗？我和云溪之间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现在最重要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别再扬眉人嫌了。但对明香而言，最重要的永远都是飞叶哥哥你。我会继续为你扬美人写的。明香，我会另外再找人为你配置解药。周云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七少，独宗已经在药鬼谷多日，北令那边还不知道。七少为何不早日通知太子，好赶紧了结此事？他还有用呢。有什么用？我看七少是不想得罪自己心爱的人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说话的时候
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？如果我成功的取得了毒宗的信任，跟他一起成功修炼毒蛊之术后，跟北丽的交涉，这不是取得了更大的胜算吗？好吧，但此事不能再拖延了。你们是不是一夜没睡啊？你们先吃完早餐，然后再弄，好不好？刘丫头，来，这些东西是跑不掉的。是啊，喜儿，身体要紧。没时间，我要救殿下的，你们先吃。你既然要这样，那我要用我的全力了啊！七少，你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欠我很多条件呢，你一个都没有实现。那我现在要再用掉一条，放下你手上的东西，乖乖过去给我吃饭。齐少，你就这么浪费条件呢？这怎么成浪费条件了？如果你真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愿意再浪费一条。你现在放下这些东西，过去给我好好的睡觉，休息好了，吃好了，说不定你研究东西速度能更快一点。希儿，这里有我看着，你吃过了赶紧去休息一下。对嘛，有郭爱，约定就是约定，好吗？来，没做完的这几个实验，我都帮你试一下。听到了没有？走了，先吃饭吧。好。如果信上消息属实，那我们此行的计划就有危险了。属下以为，这信上的内容十有八九是属实的。西丘一战，他们的皇帝死在了我们的手上。西丘兵败，也正是因为此战之后，便再无战力可抗衡了。楚清哥来天宁的目的，我早就已经猜到。想必云溪是得到消息之后，才过来找我的。我不希望他卷进这件事情。哥。有人暗中派人送了密函过来。阁下是？我是副将楚西风，今日想约殿下见面。素为何事？大人，这个便是楚清哥与北厉太子军医正来往的书信。大人请看。这么重要的消息，你为什么想告诉秦王殿下？我家二殿下被太子所害，幕后的主谋就是楚清哥。我家萧妃想与秦王殿下一同联手，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可是据我了解，萧贵妃与秦王殿下并无交集，何况此事涉及后宫之争，按理来说，秦王府更是不便参与其中。不过这个消息事关重大，我会把它转告给秦王殿下的。你等我消息。如此的话，便有劳大人了。哎，不必客气。好了，好，告辞。